下午好啊，今天是星期一，也是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啊。今天目前当地新加坡时间是1:35哈，对，33分。那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呢，华尔街呢基本上的行情呢非常大啊，主要是因为美国央行呢大力的提高利息到0.75%，那变成了这个是它第二轮的。调高利息有这么高的一个比率这变成了市场的反应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看到道琼指数呢，这个是它的日线图我看到它已经突破了这个今年的最低价位，就是也是说呢，它突破6月份的最低价位，来到29,251个点，所以变成了道琼是第一个开始突破6月份的低点。那这个也是证明呢，我们看到的是个。现象呢是行情呢，就是美国股市呢，基本上是继续的往下滑，就是它的大盘的走势呢，现在已经恢复了，从6月中到那个八月中的那个调整呢，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所以呢，目前呢，目前市场是按照它原本的大行情的一个走势呢，现在走那个走势就是跌的那主要是如果是再继续跌的话，它下面的空间呢可能会在哪里呢？主要第一个目标是27,000点27,000点是目前可以预测到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目标。那它到底会在27,000点就找到平衡吗？现在还很难讲，还过早就是说呢。从现在到年底的话，肯定那个走势呢，应该是在继续的下滑。只要有反弹的话，也应该是做空的一个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呢，我们要往这个大方向走就是继续的做空。那 S&P 500呢，没有按照那个道琼指数呢突破6月份的低点基本上它非常靠近。星期五它来到3,647点，基本上呢跟那个6月中的那个低点差那个只是那个11点，所以呢变成了很微小。那可能这个礼拜呢应该会突破，基本上呢可能今天晚上呢可能就会突破了。那如果突破的话呢，它就是跟住道琼的那个走势呢就是变成一致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看到的那个图案呢，基本上是大面是跌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变成呢，我们要往这个大方向走只要有反弹呢，就是一个找机会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做空。OK，同样的纳斯达100呢也非常靠近，同样的没有突破6月中的低点。六月中呢，它低点是11,037个点，那这次呢星期五来到11,169个点，所以变成了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变成了行情呢可能会花好几天，可能。不懂今天会不会来到如果今天可以突破6月中的那个低点呢那个这也是证明了全部的主要的美国股指呢都已经一致了，就是全部要往下走了那当然行情现在已经拉到这个程度了，大部分的玩家呢已经大部分已经确定这个行情是要跌了，所以呢这个市场反而呢相比的话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风险，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投资者已经在空做空了，就变成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状况呢，很容易使到大资金可能会来一个逆方向的一个走势，所以大家呢，可能在追盘的时候呢，不要一直往下追，就是说行情一直跌的时候呢，不要一直追盘，那个有反弹的一个那个风险，可以变成了大家非常要小心只要有反弹，做空会比较稳会比较扎实。就是说呢，如果行情再继续的跌的话，我本身是不愿意再追盘的好，我们再看亚洲，亚洲今天早上呢，恒生指数呢，基本上也是跌，这个跌幅是今年底呢，今年呢，最低的一个价位就是17,740个点，所以变成你看到这个日线图呢，基本上是一直下滑了所以呢，从那个3月份的那个反弹呢，基本上是上波浪型的，然后来到22,400。将近50个点，那基本上这个走势呢，这个反弹基本上是完毕了。接下来呢，跟美国股市是一致的，就是往下滑了那今天早上那个上海综合指数呢，也是跌的，跌也一开盘就跌了来到3,064个点，就变成了已经突破这个5月24号的一个低点。那5月24号呢，从这里开始呢，它一直
往行情呢就一直攀高到今年的高点就是3424个点，现在呢这个趋势也应该是走完了。那目前来讲呢，从3424个点它跌到目前的3064个点呢，基本上它是上波浪形的，那就是说呢也有可能在这个价位里面，就是3000点到3080个点哦，哎，3030点 ，OK， 3030点到3080点的空间里面，也不是说以目前这个价位来看呢，它应该有办法找到一个平衡，可能会短期里面会有一个不会这么大的一个跌幅。那当然这个只是技术上的一个判断如果有因素可以支撑的它，它可能还会有机会再反弹。可是目前来讲呢，以国际局势，以美国股市来做标准的话，应该是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可能性呢也不是说没有，也是说目前大盘全部的主要的股市呢都好像是要走下坡，所以变成呢很难，就是中国股市很难撑得住哦，可能也要跟大家一样一致 ,OK。那日经指数今天有大跌齁一开盘你看一跳空就跌到26424个点，这个也是从那个七月中来的从七月中这个是最低的一个点齁，可是呢它远远的还没有突破今年的最低点，因为今年的最低点呢还是在24681个点，所以变成了还有一个大概有将近1800点的一个距离，所以变成如果这个行情要跌的话，它有一段时间要追赶全球的主要的行情哦。美元今天呢还是继续的涨，那我看到美元对日币呢，从上个礼拜星期四的时候，它几乎来到14590，就碰到日本央行干预，那就跌到140.35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星期五有一点反弹，现在星期一也有点反弹，以我一个小时图的一个图案来看呢，这个反弹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微小的一个反弹，你也有可能走完了之后它可能还会继续的下滑齁。那下面的空间呢可能还会可能有一个跌幅突破140.35，可能会来到138.80或者是137.20左右，这个空间里面，如果是三波浪形的话，这边是变成了一个比较适合做多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呢主要的美元的上涨的那个趋势呢还没改变，虽然有日本央行干预，可是呢这个改变不了事实齁，就是目前呢因为它的央行呢还很坚定的不肯调高利息呢，主要是那个利率的分差呢导致很多资金就会往美国去，就是往美金去，所以这个事实还没改变，所以呢基本上呢做多美金还是上策 ,OK, 如果行情有办法跌到这个13870到13720的话，我觉得这个空间呢是可以考虑做多的，只要有反转讯号的话，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考虑去做多。那英镑的话，今天看到行情的一跌，上个星期六的话这个跌幅很凶很凶齁当然伦敦还没有进盘，这个今天伦敦还没有开盘，还要多大概13分钟它就开盘了齁，所以呢它最低来了10358 ,OK, 这个是37年里面最低的一个价位，这变成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走势呢英镑目前的经济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而且呢投资者对它的货币的那个政策呢还是不是很明朗就是说也不是看得很好，就主要还是做空，因为美元太强了，导致全部的货币都基本上都倒下来了。我们看看欧元对美元也同样突破1块钱之后呢一直往下滑，星期五的时候呢最低来到 0.95 就是已经来到9.5毛的那个空间了，还会继续下吗有这个可能，可是短期里面我们要可能要准备有一个反弹，可是反弹也是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因为大盘的趋势改不了，短期里面改不了，至少从现在到年底呢美元的走势很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一定要走高 ,OK, 因为它央行的利息的那个政策没改变，还会大力的调高利息，导致呢很多国际的货币呢都会相比的话会比美金来讲相比的话会比较弱。导致做空这些别的货币是对的，就是做保持做多美元，短期里面做短期保持做多美元的一个政策还是要保留的。我们看看贵金属黄金呢
星期五也是跌了不清不楚哈、哦，这个短期里面变成还是比较弱的一个行情，来到1626.4块啊，今天早上有点反弹，可是呢，这个反弹力度不是很高，短期里面这个长期是应该做多黄金，可是短期里面它的目前的那个所谓的行情呢，就是对做多还不是很有利，所以并且呢，还短期里面还要观看一下。可以做空吗？我觉得有反弹可以考虑，可是呢，目前这个价位我是不愿意做空哈。同样的，这个是银呢，相反，虽然有呀，比那个黄金的走势还要再稳定一点，可是呢，你看到星期五呢，它也根本呢也撑不住，来到18.48。从这个日线图来看呢，我们看到银的价格呢，基本上呢有从17.5走到20块，那基本上现在是调整大概到18.5左右，所以变成呢，它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所谓的反弹，这个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拉回来的一个动作。你看它是三波浪形的，只要是三波浪形的话，我基本上是还是保持短期里面做如果要买贵金属的话，银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OK， 因为它这个涨幅呢，就相比的话，跟黄金相比的话，它是比较猛的，所以变成了如果两个要二选一的话，我会选银哈。如果要做多的话，那石油呢继续的下滑，今天早上还在跌哈。这个是现货你可以看到来到77.82，基本上都很符合了。你看这个是三波浪形的一个调整我给它到76块吧。76块如果可以撑得住的话，就是不要跌破74.3，我基本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做多，因为冬天已经在北欧呢，已经基本上已经开始下雪了，就是说呢冬天一来呢可能对这个能源的那个需求就大大的调高。 OK， 可能这个短期里面就会支撑能源的价格，包括石油哦。天然气呢，天然气也是目前在讲还是在跌你看它的跌幅也是三波浪形的，基本上我还是认为这个行情是一个做多的一个行情，所以呢大家可以拿来做参考。我们看看虚拟货币我们看看六个小时图，60分钟图，60分钟图。OK， 我看到行情呢基本上是在盘，我们看到行情呢最近呢从这边开始跌呢，它好像要做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动作哦。那三角形的动作呢是这样子，如果呢它原本的行情是跌的，那它可能接下来可能还是会继续走跌，因为呢里面主要要有一个五波浪的一个形状，这个是1、2、3、4、5，可是如果这个没有突破的话，然后我们要看看你把这两条线给画好，那它到底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呢主要是看这两条这条压力线跟这条支撑线哪一个先破，就是往那个方向走，而且走的力度呢会从这个高点呢就是19900块到那个18157块，整个过程呢如果它有突破其中的一个压力线也好，支撑线也好，它的整个力度呢就是从19900到18157块，所以左右呢你看看这个行情会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突破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的话，基本上呢行情会非常的大，所以注意呢这两条线哦。那以太郎呢也是目前来看呢好像也是跟比特币的那个走势也差不多一样，也好像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 OK， 所以呢不管它跌破压力线还是跌破支撑线呢，主要的行情呢是从1707块到1218块那个距离呢可以往下跌这么多，或者是往上涨这么多，所以变成呢主要还是看这两条线齁这个可以做参考。那唯一行情呢比较稳定的就是那个 Ripple 呢，因为它在跟美国的那个监管局呢在打官司，市场的分析师对这个行情来看呢就比较乐观，认为呢它打赢的那个胜算呢比较高，所以变成了一直往上走。可是我看到最近呢好像来到5.5，它就已经开始要封顶了齁，所以变成了我们要开始要要非常小心。主要的话因为呢这个行情从 0.28 走到 0.5580 齁，所以变成我们看到这个行情是一个基本上是以目前来讲是三波浪形的一个形状，可是那个三波浪的形状呢告诉呢它可能还会有一个
涨上去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只要它调整是三波浪形的话，我觉得涨的空间还是会有的。OK， 那所以呢，这个币呢，我会比较关注一点点，因为它可能会带动整个虚拟货币的一个涨幅哦。如果它的跌幅呢有被控制，没有大致上有一个猛跌的一个现状的话呢，它可能会再继续的往上走。如果往上走的话呢，它变成五波浪形了。那五波浪形就比它好做了，只要它回调到目前它在做回调的那个力度的那个最低点呢，我觉得下一轮呢，它来到这个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做多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再观看，目前我基本上是没有仓位，全部都没有仓位，我基本是清零。我是目前在观看，因为我觉得股市走得太凶了，外汇这方面呢也是走了太那个力度太过远了，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也是对虚拟货币也是有影响，所以在短期里面我基本上是清静没有仓位，我在观看，在等待机会哈。这个比较有可能性。那别的币呢基本上呢也是比较稳定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币呢，我觉得这个宇宙币呢我觉得很可爱。它现在呢涨的空间呢基本上好像比较稳定，因为它是45度的一个涨幅呢，我觉得它可以比较耐的比较久，所以呢这目前是属于是拉回来的一个回调。那基本上如果要做多的话，这个币也是可以考虑，因为上面空间呢最靠近的一个压力线是20.3块哦，所以以目前这个13.97块来相比的话，它上面还有一定的空间，这个也是可以考虑。这个以太郎这个所谓的以太郎的那个 classic 也是三波浪形。OK， 这个是以太郎的经典币哦，所以看到它最近来了最低的这个价位呢是26.82块，基本上呢是三波浪形的一个一致，是26.98块，基本上很一致，所以变成了这个可能变成了一个做多的一个空间。如果这边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反转信号呢，基本上是可以考虑的哈。继续的做多，短期里面我们可以再继续的观看。OK， 这个是60分钟的一个图案。那基本别的币都差不多一样，没什么大动作，除了那个Ripple 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因为它可能会带动整个虚拟货币这个空间的一个走势。好了，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明天呢我继续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多一个小时我被现在目前在迪拜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他们可能会来他们大概新加坡时间2:45到3:45我是其中被访问的一个可能是他们的贵宾吧。OK， 所以呢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这个是 Wiki Finance在迪拜举办的一个会议。 OK， 他们找了一些他们认为有代表性的一些这个行内的一些人来分享他们的一个经历。那他们可能会问我这30多年走过来有碰到什么东西，或者是我的对这个未来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的官方网页去查询一下，可以谷歌一下去他们那个网页去看一看。好，那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大概这个时间我会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好，拜拜。